大家好，这边是全集中呼吸，我是阿瑶，这集是全集中问答，我会选择贴文底下的问题来回答大家。你有例问说身体素质大概是多少？例如深蹲 EIN 是多少？我的深蹲 EIN 是130公斤，卧推的话105，110上次推了然后把自己压死，然后硬举的话六角杠可以200，硬举直杠的话以前有做过190，但最近比较少做。彭正利问要不要跟刘玉玲学长打，对他打成刘俊霖。我觉得当然好啊，只要学长他工作没有太忙的话应该都 OK 啦，应该有机会去他那边。大一的时候也跟他打过两次都输啦、欸、有一次我们有 互相夺秒，那个时候我才70几公斤而已，现在已经95了。好棒棒问有没有遇到我觉得是高手的，我觉得很多很多学长甚至学弟嘛都是高手，体力很好的那当然是黄玉俊，他体力真的非常好，然后斗志也非常好，技术最好的我当然觉得是阿甘啊，甘家威啊，你们有人说叫甘家威嘛对，甘家很威就甘家威啊真的技术非常好啊，他的外围游走然后时不时丢长拳，然后也会切入内线打短拳，他的最经典的招当然就是他的身体压下去之后马上就跟上勾拳，不过这招我现在也蛮在行的但是我觉得我的打起来的跟他感觉 不太一样，力量极大的我当然是觉得是被我 KO 的那个学长，那个学长是前一回7.8拳算很重的潘宏明兄，以前我在国训队被他击倒过一次，吃了大概10次海底捞，然后趴在地上趴了大概1分钟。上次全运会遇到王友志学长，然后第一回合就吃到一颗大的后手护骨。然后那场我还是打完了、啊，最后就还是分数就输掉。小严问说，抗打上自己要怎么训练？自己要怎么训练？自己像训练颈部肌群很重要，可以挂一个重物在这里，然后掉下来这样。然后去做颈部的，往上的，往下的，往下的当然就是要仰躺的去做，对，往下的，然后左右的，你核心去稳固，然后下巴去收好，其实拳的力量都会减到非常低。哇，但这个闯回去选手要在哇这个地方。阿瑶有买速度球练习吗？速度球、啊、我通常叫离形球啦，就没什么屁用，耍帅用嘛聊我对9日3的看法，我对9日3的看法就是，我觉得9日3是垃圾，然后没有了，不是啊，因为9日3，我自己用过的9日3都是艾巴版型的，就是它是非常保护对手，但是9日3的设计拳的空隙非常大，空隙非常大，就是导致说，啊，你打到你正回来的时候的力量很大，然后角度又有可能怪怪的。有威廉的话，我建议就用威廉。我可以分享平时的训练课表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训练就很佛系的，我自己就很懒。我跑步那种我也不想练，啊，超体能的我全部也都不想练。重训这方面下比较多功夫了。专项体能、专项的爆发力、专项的力量，我觉得这才是拳击手更需要的，用来提升身体素质的东西，而不是一昧的跑步。蛮多人对练，其实我可以打到十几回合，我也不会累。这种是要调配好体力，
上次全大运输就是调配体力问题，我觉得不是体能的问题。打三分钟的，然后去调配体能的，就是像一个比赛一样的那样打沙袋，或者是间歇沙袋。间歇沙袋我觉得是应该是很重要的。一整周的嘛，一整周我自己就会，反正我要有重量。啊，重量我还可以分成说力量的，还有爆发力的。但是有时候我应该是会拉在一起练，但是最好是分开练，因为它会互相影响到，要有对打嘛。最好要有技术训练，技术训练就是你针对你某一项，比如说你针对你的闪躲，针对你的反击，针对你的进攻去做技术的训练。我是比较想要一种自己当教练的那种感觉，但是有人有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说那样很荒谬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我不喜欢自私化，不喜欢按表操课。喜欢有自己的 style。思小鼠许愿说想要看到跟小潘对练，好，小潘这不就回应你了吗？那当然，有机会我一定可以去找他对练。格斗为什么都要这样先呛起来，然后才比赛这样？其实我觉得格斗很神奇，就会赛前在那边呛起来，但是有些选手也不呛起来啦，有些人很好玩，还会给人家吃东西，奇奇怪怪的花招。对啊，也不是全部是呛虾啊，但是呛虾的确是蛮多的，也是蛮多选手的赛前记者会的那种风格。赛前呛虾最潮热的气氛，观众才会比较想看，不然没有吵啊，两个人莫名其妙在那边打，比较少人会。不过最近拳上我觉得这样就很好，就是帮助拳击去发展。这个风气为什么这样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其实格斗啊、拳击啊，看似最暴力、最血腥，绝大部分比完赛，大家都是互相拥抱，然后互相来说：“你今天打得很好哎，对吧？哎，干那个拳很重哎，所以哦之类的。”作为整个比赛的收尾，这种风气最后带出来的是这样的东西是很好的。有时候其他运动反而难看到这种东西，我觉得格斗类的运动几乎都有这样的情况，还是。可以这么讲，反正就是这样。严小雨说：“帝帅就这局哦，好帅，可以教提升耐力的方法吗？你这可能问错人了哦，你可以问我那个全大运那场把我打下来的那个学弟啊，他提升超好。前面也讲到，就是那些间歇训练了，间歇沙袋啊，你问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吗？这么自由吗？当然，反正我回答不出来，我就是回答不出来啊。”回答出来我都回了。阿瑶什么时候开启会员功能呢、什么时候开启？这个很难讲。哦，不过现在订阅有1000，还是很感谢大家。好，梁明芳问：是科班的吗？练几年了？是科班的。V I L L E 问说：阿瑶可以把对手打到脑成糖吗？哦，好，这个是我一个学弟。哦，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，那个以前的时候把他当老生的，毕竟有收力了，还是发生这种遗憾的事。就是我那时候有带他去看医生，然后大家看完医生，他其实他也没有到很危险，就是脑袋稍微有点震荡，因为我自己也有脑震荡过，比较知道要怎么处理，然后也看完医生，医生也说是小事，反正就是观察48小时，是呕吐或者是。气孔流血那类的很严重的问题，那基本上都算是小事啊。啊，大家看完医生，我还带他去吃汉堡王。没有业配，谢谢。可以去找尼克星对打吗？还没有，我还没有那么红，应该找不到他吧？还是有人可以帮我约到他？那应该就可以啊。
这位头像是派大星的时候让我打总统杯啦，总统杯我应该也是报92加啦，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我打。好 ,AKA 问说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我是直的。我相信我这个铁头功金钟罩这么硬，应该要百万应该蛮难的。诸葛春夫你他妈问90公斤以上这个量级有没有强劲的对手？台湾如果打这些规则90加有人，首先我说过了，应该是90公斤以上没有对手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蛮多客班的学长也蛮厉害的，都还没打过了。有心里有几个假想敌吗？对啊，也应该是有了。到时候全运会啊、中国杯之类也可以遇到，打打看。那陈俊豪，你问说跟 Toys 预约了吗？我怎么跟他约、啊？我这点流量他会要，他要约我冲啥？现在单身吗？否。哦，小胖在我频道留言说碎了，嗯，碎了。今天这集1000 Q&A 就到这边嘛，谢谢大家。